我给年年夹橘子。我吃我的橘子。乐乐，那个橘子是梅梅给我的，你怎么吃了？哎呀，我想吃嘛，你让给我怎么了？什么？年年别生气，我再给你夹一个葡萄。我吃。乐乐，你怎么又吃完了？年年，我再给你夹一个草莓。乐乐，你这次别抢了，草莓我夹。草莓我要吃。乐乐，你太过分了。哼，我不理你了。哈哈，太好了，年年走了，剩下的水果都是我的了。乐乐，好朋友是要互相分享的，你怎么能把年年的水果抢走呢？哎呀，这有这么多水果，我吃一点怎么了？年年就是矫情。是吗？那这里的水果都留给你吃吧。耶，太好了，我吃我吃。我吃不下了，梅梅能不能不吃了？不可以，谁让你把年年气走了？这些水果如果不及时吃完就会坏掉的，你快接着吃。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自私了，不管有什么好吃的都分享给宁宁。这还差不多，你把剩下的水果给宁宁送去，她肯定会原谅你的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宁宁，快开门！你来我家干嘛？宁宁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那么自私。这些水果送给你，这是你的水果，我可不敢吃。宁宁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有什么好东西都给你，原谅我吧，原谅我吧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原谅你了。耶，太好了！宁宁，你先滑，我滑。宁宁，你先蹦。我爸是旋转木马，宁宁你先玩。这上面这么多座位，乐乐我们一起玩。好，旋转木马真是太好玩了，原来和好朋友分享这么开心，我以后再也不自私了。哇，这是什么味道，好香啊。等着我去给你买。宁宁，我买了烤肠、雪糕还有火鸡面，你快吃吧。烤肠我吃。哇，好好吃。再吃火鸡面。火鸡面好辣啊。快吃雪糕，吃完就不辣了。哇，真的不辣了。乐乐谢谢你，今天真是太开心了。开心就好。宁宁，我们明天接着玩吧。啊，好难受。宁宁，妹妹，宁宁怎么样了？医生说宁宁没事，只是吃坏肚子了，以后不要辣的冰的一起吃了。乐乐，都是因为你让宁宁乱吃东西，宁宁才生病的，你不是一个合格的朋友，所以你以后不能和大家做朋友了。不要啊，郭精灵，我只是想把所有的好东西给朋友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就让我接着和大家做朋友吧。不行，光之魔法。等一下，光精灵，乐乐真的知错了，你就原谅他吧。妹妹说的对，宁宁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光精灵，乐乐只是把握不好分享的度，其实他真的是很好的朋友。那好吧，这次就放过你。宁宁，妹妹，谢谢你们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好朋友不仅要懂得分享，分享的时候也要适度，不然就会好心办坏事。乐乐真棒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我们下期再见。